修学佛法，各有情人啊，情义列自在菩提愿啊，明心修三昧，速体法，持三学无漏，恭敬如。用心哦，咱拢是修学佛法的人，人人啊，应该爱发心立愿，成为菩萨。菩萨就是各有情人。各有情啊，就是菩萨啦。所以菩萨在人间，人间发大心、修大行的人，愿意立灵根啊，去度化。众生，度众生，就是将咱所在的法，将咱所体悟到的，咱甲咱在体悟的，咱都赶紧甲大家人分享。人生啊，苦难偏多，哈、啊，所以就是安尼烦恼多啦，这需要法啦、啊、来修改咱的烦恼，要安怎来修修行，改除咱的无明。所得的三生制作的烦恼，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得跟大家人分享，这叫做度化众生，以心内有迷茫，心内有烦恼，有无明，安怎为伊解释，还要烦恼解除，迷转迷为悟，这呢就是在人间啊，发大心修菩萨行的人，叫做各有情人，在人间啊。都会当通度化人间呐、啊。既然咱发心呐、啊，所以净意念自在菩提愿，咱爱去除烦恼啊。过去咱那是迷中的凡夫。就是因为修行佛法，咱知啦，咱了解啦，啊知了解，啊咱都爱修啊，咱爱心心念念嘛，咱都爱修行，安怎样？和咱迄个迷甲烦恼啊，该完全净去，拢总甲洗好干净啦。用什么洗呢？发水呀、啊，发水来洗涤咱的心念，烦恼无明。这就是咱已经。修学佛法啦，咱应该有法
注意呢，来净化咱的心啊，咱的心意呢，去净化也难度，唔免受着遮多人间无明烦恼，甲咱定着，那真自在，平安自在，就是在菩提愿呐。咱发心立愿呐，心愿已立啦，当然，咱心都爱自在啦，发心为人间。那既然人人都有家庭，也人人的家庭呢，咱就是顾好家庭，顾好本心。家庭的人，咱拢爱较多，唔是干呐，三顿食饱，互伊快乐，安尼迷茫人生，唔是安尼，除了生活上无缺以外，咱爱互伊心也会当向导，那会晓知足，会晓善解，咱的家中的人也会晓安尼，咱家己善解啦，弃敌贪嗔痴。这就是一个真知足的人啦，也就是真善解的人。咱会晓知足，咱会晓善解，啊，互咱的家人啦，也爱会当知影，将咱的小家庭普及到整个社会，社会平安。家庭才会平安呐、啊，不只是家庭、社会、天下，普及甲天下，人人拢会当平安，人人呢拢会当知足善解，这就是需要佛法，所以咱爱发心立愿。那就是把这佛法普及给天下人人了解，应用在天下众生人群中啊，种种的苦，除了心中烦恼无明，造作真多的困难，造成了社会混乱。造成了天下的污浊，那这些天灾啊、人祸啊、等等啊，这拢是将人类、将生活啊燎原起来。看看咱逐天都伫咧讲。现在天下啊，有偌侪国家呢？火烧山，那真侪啊！的国家，现在的美国，现在的智利，现在澳洲，等等啦，迄、那个山林大火啊，都安尼一片红啊！火一直烧啊，拢已经真久啊，几个月啊，几礼拜啊，这边拍熄，那边又多起来，去抓到有几个人，十几个人是纵火人，这人是真渺小。安怎会当造成了几大片、几那十万家的大地一片火海？苦苦的几个人，
这是心火啊，那一点啊火呢，那就烧这大片啦。所以讲起来，人啊，人心惹生真多的灾祸，看得到的是安尼，是什么心态？那就是心的业障无明烦恼。那么安尼做作起来，那一旦人人受净化啦，自然呢，就一旦善解地久啊，都无有贪嗔痴慢疑，这五种的障碍烦恼无明。现在真多难民流传的真多国家受尽了苦难啊，为什么啊？也是同款少数人的观念，造成了不可收拾啦，已经牵动了国际间的。为着这些难民，啊，这个国家要安怎样会当可以平息这种战火？那已经国际间啊，这个起起沉沉啊，要安怎样会当好？要安怎样？会当让这些难民安心搁返去到厝呢？这呢，好亲像，两面都开始啊，有一线的曙光啦。但是这个希望又真紧都搁破灭去啦。这个过程啊，这么真复杂，其实呢，是这么简单。只要呢，心念净化，还有什么代志无法度解决呢？放下己见啦，还有什么通好静啊？贪嗔痴一滴，万事解了啊，和平。相处，这敢毋就是人生？这个意念不净，因为安尼，咱都爱好好修行佛法啦，有法注意呢，来先得咱的心无明烦恼，安怎样？让我们的心自在，也可以让人人的心自在，大家人发心啊，行菩提愿，就是菩萨道啦，自在菩萨道啊，那可以这样啦，这世间就是平安自在。所以咱应该修学的人啊，就是爱明心修三慧，四体法。三慧呢，就是闻思修啦，爱多听，多思考，爱好好修行，这。是三慧吼，那要安怎样会当通得到清净无染的智慧、正义、念自在？咱都爱明心修三慧，闻思修，自然世间一切的烦恼啦，咱因为听法。咱清楚啦，
好好思考这种烦恼无明的源头安怎来，这咱来好好思考静思修，那就是禅定啦。心一旦定落来，自然开开了咱人人的智慧，咱就袂搁再烦恼无明惑心啦。四体法，大家人清楚咯，苦集灭多啊，人生苦难偏多，都是来自于人心啊，烦恼无明啊，所聚集来，所以会苦啊。要安怎灭苦呢？来修行易多，这就是四体法。这些法，大家都在讲，在《法华经》所过的庭啦，所在讲的法啦，都无有离开这些法，发菩提心嘛，净化人心，引导人人闻思修，体会四体法，这呢，咁就是大家。法的内底都有涵盖着这个法存在，咱来持三合无量恭敬如啊，咱三合就是戒定慧，戒定慧就是三合啊，咱来三合无量啊。爱戒无了，定无了，慧无了，那再将文殊修来啊，经听入去住在咱的心，咱落实的生活中，这就是文殊修啊。生活中呢，咱待人接物啊，时时提高境界，速提法。人间苦难来自于无明，开窍洞悉，机波动作，起心动念，无不都是聚集苦的源头，所以开口动舌要注意，举步动作要注意，尤其是起心动念，这在咱的生活中，这些都要用到啊。咱若会当安尼，咱时时都是在三合无漏中，安尼，咱要回归真如本性，都无困难啦。这《法华经》已经讲过了十二品了，啊，这个十二品的内底呢，所讲的话啦，都是在咱日常生活中的。所以佛陀讲说《法华经》，就像有一文。本文啊，在这个积文的内底，积就是脚迹，咱有行过的脚迹啦，咱有经历过的代志，那佛陀所讲的话，咱拢安尼听过，安尼感受过，真呢叫做积。积文呐，佛陀用什么方法，和咱牵引咱入门？那么一步一步啦，这积门安尼入来。
开始呢，就读圣文。佛陀讲说，将伊的口出声音，那学佛的人呢，就是声音入耳啦。所以这叫做圣文。佛的弟子中，大多数拢是听法入耳啊，法才会当入心啊。这亲像伫咧入门共款啊。所以以这个上中下三根啊，有三根，哎，也叫做三根吼。三根啊，有自然和三周，咱过去已经呢有转过了三周，三周就是三个阶段过啦，那就是叫做三周说法，咱已经在这十二品的内底。已经经历了三段吼，诶，接吻啦，行过诶卡架，这三段吻啦，三周说法啦，第一呢是法说周。法说就是为着法，佛陀呢为着要讲说《妙法华经》，开始要讲的时，先无量义经啊，讲完了后呢，那就开始呢静坐放光啊，视频。阿呢，有文殊弥勒来，予大家人啊，大声了解佛陀现在伫要说法啦，应该有大因缘。这些的视频的描述，阿呢过去啦，接落来佛陀出。定的时开始，他就不断不断赞叹啊，到方便品去当尊，那一直赞叹佛地呀，心清微妙，也都爱印度人爱深信佛地。心清微妙啊，一直到到毗卢品啊，他用种种方法来毗卢，舍利弗呢，终于会当了解啦，了解佛所说法，特别启动《法华经》啊，是心清。心清啊，佛陀的本怀啦，真实微妙法呢，就是要从阿呢开始。所以舍利弗一个人会当体会啦，体会佛陀所说的法。所以舍利弗上根直说妙法实理。了解佛陀是伫要讲说这个妙法真实理的立这个妙法啦，这舍利弗体会啦，所以伊体会立一生多舍利弗一个人，这么多的声闻内底呢，
去舍利弗，也嘛都爱阁经过了舍利方便品、以毗卢品，舍利弗都阁经历过了这方便品、甲毗卢品呐。安尼呢，舍利弗终于了解了，佛陀呢就为一个人受记。这就是法说咒第一阶段，那第二呢，就是毗卢咒。如酒是大家业木建连顶四大地主啦，终于经历了这毗卢品过了后啦，因会当了解啦，这呢是中根基，中根基体会到啦。佛陀呢，将用譬喻的方式说三句呀，羊句、鹿句、代表羊句，这种的譬喻啦，使四个人会当了解佛陀去掉三心归一心。开权显实啦，为一性法，这四位呢，总也会当体会了解咯。所以经历了毗卢品、性解品、欲初卢品，然后呢就受记品，为这四位呢，安尼受记。那第三段呢，那就是因缘，因缘咒。因缘咒就是在声闻啊，上根基舍利弗，中根基四大地主，那阁落来呢，有的人也阁无法度了解啊，那就是下根基，那就说过去大通地性佛迄、那个时代，迄、那个因缘啊，释迦牟尼佛顶点劫来，十六王子来的，开始发愿啊，讲说《法华经》，一路直直落来，这滴化成如品来的哩吼，这希望在下根的人啊嘛会晓接受，安尼经过了化成如品呢，哦，终于
下根的人啦，会当了解啦。所以佛陀还要为在下根的弟子受记，所以有这个五百弟子受记品，甲修学无学人记品，这拢下根人吼。那终于呢，经历了这么多啦，在开始呢，会当体悟这个一性法。安尼经过这么多上中下三经啦，就是佛陀爱用这三段次第呢，来度这个上中下。金鸡的人水三招啦，上中下招，上根基过一段落，中根基再一段落，下根基再一段落，安尼呢，上中下三招啦，圆满具足，就是啊，在迄个灵鹫山啊，佛陀的弟子修行者。分作安尼三段的根基啦，佛陀为因说法吼，所以《积文法华经》正宗分呢，就是安尼啦，三周说法完成，这就是正宗分的这个三周说法完成啦。前面呢已经明了吼，一真实大乘经中间呐是分为三章。这三章呢，第一章呐，就是名宽释三经的记，这是第一章吼。那第一章呢，三经的记啦，拢清楚啊。这第一章就是包括方便品呐、毗卢品呐、性戒品呐、欲处如品、受记品、化成如品、五百弟子受记品、受学无学人记品，哦，总共遮侪品呐，安尼呢，终于甲这上中下根基啦，遮个人因会当了解。三性啊，归为一性法，就是唯有呢一性道啦。佛陀要给弟子的，不是要三性，最终呢是一大性，大别妙机呀。这些佛陀要给弟子归于真如。就是啊，
七三合五六共真如啦，拄只甲大家人讲哦，咱拢总爱去体会。也第二种呢，第二种那就是赞叹人起法，那心勤修为法宽望。修持经的行人，这是第二章啦，那就是法师品啦。佛陀呢，为法劝无人啦，所以咱定啊讲爱无人，也爱无心嘛。那主持是为贫困的人，无款。其实呢，就是爱无人无心，有遮侪人啦，才有法度呢。这么普遍呐，在国际间，苦难人就有人间菩萨去救济啊。这都是无人，当然也是无款呐。更爱无心，心爱甲带动起来，可以尽心意为众生的苦难去付出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赞叹人修持法，那就是的法师品吼。法师品呢，就是的咧无。劝无人呐，为法无人吼，那为法来劝无人来修行呐，来持经行道的人间，这就是啊，的法师品参加见菩萨品，见菩萨品就是。佛，古佛啦，伊过去呢，就是也未讲到《法华经》是一项的遗憾，所以伊发心嘛，入愿呐，入灭了后呢，入迄个波塔转心呐，为说《法华经》的地方，波塔现前来。见证，这呢，就是见菩萨品，要来见证啊！《法华经》呢是诸经之王，是一真实法，是一大圣法啦。接下来再个提婆达多品，提婆达多品啊，就是要讲。这部经是佛佛道道修行啊，都是爱求得真理，就是身为国王，也是去掉了国王的身份，也是求法，为着求法啊，愿意去投身做人的路步。受尽了苦磨啊，干那为着呢，要求取大乘法妙法啦、啊，就是安尼，这就是提婆达多品啦、啊。讲出了释迦佛以提婆达多的因缘，提婆达多呢，伫今生出世。就是佛世这个时阵，就安尼过去的因缘啊，现在呢，依佛伫咧对立，又是受佛的教法，又是破佛的僧团，又是要伤害佛的身体，提婆达多啊，大恶人呐、啊！但是呢，伊对法
清楚了解，不过就是那个烦恼无明，障碍了伊向正道义，这个正这个信心，这个念头，伊都无，所以伊就是被五种界障碍。贪嗔痴慢疑，也是凡夫，但是呢，法真清楚，就亲像咱世间呐，捌法捌道理的人足济，讲法呢，弯曲都是法，所讲的拢是真理，但是呢，行为是相违背啦。背道而行啊，讲的呢，弯曲都是法，但是做的呢，都是违背法。这就是提婆达多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在一生中啊，生含地狱，安尼活生生。地安尼裂开呀，就陷落去地底里，火安尼出来啦。这就予大家人看会到，当伊伫要伤害佛的时阵，忽然间安尼地裂开，陷入地狱啊！就是伫这个中间呐，佛陀呢？在法华会上，一个唯一受记，这就是表示佛啊，万千平等呐。搁在提婆达多品内底呢，又是两路，两路呢是海两江啊，是特性类，也是。心为现为如心，安尼呢？确实也专心成佛去啦。这滴提婆达多品啊，都、就是拢安尼相现相殊殊相现前呐、啊，来给大家人。体会啊，法除了万千平等，阶级、名称，拢总是平等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拢总无啦，形象幻化。这表示呢，人间呐、啊，一切拢是短暂啊，无形无踪，真紧都无去啊。这就是真实的道理，真正真实法，迄、那个道理呢，那就是真如本性。从化成如品啊，开始都一直伫咧讲啊，佛就是为妙法而来，为讲说大乘法，大乘法呢归纳于一乘道，这乘道呢就是回归于佛陀感悟。迄、那个刹那间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本具，这人人无始以来都、就是以生俱来，本来有的，这就是要来证明啦，无有相的差别吼，啊，无有善恶的分别，无有。万情会的分别，无有爱别离的分别，完全呢，这
只是众生的因缘啊，烦恼无明啊，所积来的短暂的人生，迄、那个因缘果报，就是安尼来定。这要互咱搁较清楚，回归真实呢，那就是本性觉海，这真如本性，那人人本具啦吼。所以证明呐，都已经到一段落吼。那下面搁接落来，就是第三章咯，那就是为秉持故名啊，下款下持行实法。即嘛开始呢，佛陀就是要爱咱呢，将伊所交代的，咱爱好好呢，信受奉行呐。咱爱甲迄个宽小乘法啦，完全起底。现在呢，爱谨慎呐，立大乘一识法。不只是气笑，咱爱搁在信受奉行一时法吼，那这叫做秉佛之教命，佛陀的教化，佛陀予咱的使命啊，所以舍弃宽恕而奉持实法，真呢。是即马阁落去所要讲的这款持品，现在佛陀呢开始要向咱讲说吼，所以啊，这解释这为这个款持品，那就是持戒、持持经、持经。那就是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那也是诸经之王啊，是深浅微妙、绵密啊的妙法啦。所以这咱爱真用心来修持这部经。素不忘食，那这就是唔通去互袂记哩，也也唔通呢，互这部经啦，从安呢改互无去，哈，想着安呢一交代，我就去想着，哈，当初要离开家庭，伫自焚时迄当阵。有一位呢，诸分师的信徒来讲，哦，这部《法华经》啊，某某一个人，迄、那个家庭伫咧清对眠床卡清出了呢，一部《法华经》啊，迄部《法华经》啊，迄是真古代的一部经典啊，啊，讲要摕去卖古物商啦。啊，是不是师父啊？你要甲买起来无？我听到伊，这诸分师信徒咧甲修道法师叙述这部经啊，好、哦、外心忽然间真欢喜，
我就说我买、啊、我就这样买起来啦。那当时我买起来寄在租婚时要离开家庭的时候，我就跟修道法师说，我那部经历要把我扎出来，就是现在随着我一直到现在啦，这部经还是在我的身躯边。是啊，不通让经典呢被坏掉去啦，所以不通去让袂记哩，也不通去让害去。好，这部经啊，真正放伫人的眠床脚提起来买来咧，迄、那个经有去让旧去啊，也有一点啊腐蚀掉去啊。好，搁再经过呢，安尼真甲保存着哦。这部经啊，有一点啊有损害，不过对我来讲是宝啊。这是在咱静下来的，也有这部经存在吼、哦。这看到这段文啊，我就会感觉着讲，家在吼、哦，去当阵去念干呐。这是冥冥中的缘分呐、啊！现在我伫咧讲的《法华经》，那就是一部经呐、啊。所以，如修持呀、啊，也是爱如法来修持这部经吼、哦。同上书下解说，供养礼拜，那恭敬赞叹等等，这呢？隆重些，但过去的法师品啊，都已经讲过去啦。今嘛阁落来呢，款持品，那就是这第十三品哦。过去的十二品中呢，已经明一心经中，迄、那个一心境界的内底呢吼，那一境界行果，这过去就是行，好，那爱安怎行？所以呢，这品呐、啊。换持品就是流通，就是要安怎样让这个经典会当流通落去，佛法这个妙法莲花经啦、啊，安怎样会当呢绵绵不断啦、啊，安尼呢一直一直流传落去，这呢证明已经呢。一时性的迄个内底，就是爱安怎修、安怎行，那结果是安怎？这咱已经开始讲，一到这当中，咱就爱安怎来保持、安怎来流通，就是咱未来爱真重要，爱了解吼，这是流通啦。也不只是流通，也都要看无持经行经的人，这个宗旨啦，咱要真清楚吼、哦。这就是未来特别讲的看持品。哈、哦，各位听法啦，唔是听咧都过，听法呢，咱要一直伫心灵。爱回顾过去啦，也无咱已经听十二遍过啊呢。即马搁在开始呢，要安怎回？这部经会当应用在人间，
那人间人人呢，拢会当起欢喜心，身体力行，甚至呢，千秋百世不断不断呢，安尼持法应用流传，真重要。所以咱来好好修学，修学佛法啊，成为各有情人，回归拄则所讲的话吼，咱的心意爱正意念，住在菩提愿。咱即马就开始爱准备啊啦，咱人人爱明心。心爱定定真清楚，爱好好呢，闻思修三会，时时日常生活中呐，爱体会啊，素体法，咱拢爱真清楚记好掉，记着生活的过程啊，戒定慧。三无六学呢，咱才有法度呢，安尼完全清净，回归到咱的真如本性。这咱来用心啦，已经足多真重要的正宗分啦，咱爱搁再回顾一下，这就是伫个见波塔品。佛陀讲啊，分心拢爱集合，爱集合分心，佛爱教诲，即佛所说的话啦，拢爱搁再回顾，收纳倒转来，爱回忆一下，和这个法好好再归位，那就是亲像拄只，和大家人回忆一下，这都是法。归位啦，予大家人搁了解一下，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